阳光灿烂迎新年，佛光普照遍人间，慈悲喜舍本性来，心中瑞相照丰年。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各位义工佛友们，感恩来自全世界的各地的和墨尔本黄金海岸布里斯本珀斯的我们的澳大利亚佛友，和今天到场的悉尼朋友和嘉宾，大家新年好。今天呢，又是我们伟大的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缅怀我们的佛祖佛陀为人间带来了佛法，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今天我们的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人天佛祖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让我们缅怀他，感恩他。如果今天大家有持杀戒，今天有戒淫、食素、布施、诵经、念经，今天的功德比平时的善法功德要多出上百千倍，宵夜非常的迅猛，愿国泰民安，佛光普照，佛日增辉。今天呢，已经是2016年的第一场法会，是我们最新的最近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继续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佛法，去除心中的烦恼，去除自己家中的矛盾，去除我们身上不好的习惯，迎来新年的吉祥，迎来心中的慈悲和宽容。